寻找天桥骄子第二阶段较量篇，时尚中国栏目贴身直击第十八届中国真维斯杯休闲装设计大赛，全国四大赛区20名选手，迷惑、辛苦、失败、荣耀，我们一同分享大赛中的酸甜苦辣。在模特比赛当中 ，T 台表现奖是非常重要的奖项，它是由全场舞台服装展现最为突出的选手获得。在刚刚结束的新丝路第十七届中国模特大赛总决赛当中，五位最佳 T 台表现奖的候选人也有着自己对 T 台表现的看法。那今天呢，就让我们一块来认识他们，给大家带来新丝路第十七届中国模特大赛总决赛最佳 T 台表现奖的系列短片。最佳 T 台表现奖。大家好，我是13号选手黄雪霜，来自北京。我今年18岁，很高兴能来参加第十七届新丝路中国模特大赛。我觉得，每个人的气质是最重要的，然后自己要有很独特的气质，还有非常的有个性，走台不是千篇一律的，然后不管是有再好的老师教，如果自己走出了自己的个性，走出自己的范儿，就是最好的。其实这个最佳 T 台表现